九九零的时阵就入去美国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这个吼、哦，伊有呐研究足济哦，中国啊，甲咱台湾的一挂哦，诶敏感的问题，啊，伊咧做记者啊，吓、啊，卡内基理事会，这大家拢有听过嘛？所以像这种的，这嘛是咱需要去学习的。哦，就这个。所以哦，后我了着哦，我就想胖哦，哎，要把伊的迄个个人资料印贴出来，啊，互你知影讲，这道哦，咱所参与的内底，哦，哪一种脚头啦？